吃，赶紧的。你在哪吃的？你挺牛逼，你得再想想吃。等等，这几个人一起去，绝了！我弟媳刚出门，可能反应过来了哈，死活不走了。你怎么不敢走呢？走呀，真是走小木狗呀！走呀！这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啊！兄弟俩，出去玩的哈。弟媳，带你去相亲的，找小木狗的。你闭嘴！你是逃脱不掉的爹婆，神经病！到医院了，到医院了啊！跟医生聊完了以后呢，交了费。哎，就在准备要绝育的时候，五行滴血突然出现别的状况了，就是这个意外啊，导致了最应该绝育的五行滴血，没有绝。这个视频实在是太长了，并且呢，现在在发这个视频的时候，霸天还在手术室里面，所以后半段呢，明天给大家更新。